男女进入商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女人进商场啊，就是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，商品各式各样，琳琅满目，让人花了眼。女人不停买买买，却总是买到闲置难以用上的杂物。男人的目的就很直接了，不做浪费时间的事情去乱逛，简单明了，选择自己需要而且合适的就买了，讲究一个快准狠。男人就算是商品呢，也是方便好用一体化的。你像一款给男人用的沐浴露，应该是满足哪几点呢？首先呢，你肯定要好闻吧，不然怎么掩盖夏天难闻的汗味呢？比香水还要香的男生沐浴露，相比较其他的沐浴露来说呢，它的泡沫是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具备一种洗干净洗完不假化的效果。它还是一款氨基酸级别的沐浴露，给你洗脸般的温和，还有洗 SPA 的感受。男人用这款左颜右色绝对是最合适的哦。